办的，是为了他做的。后来他们，他们民国要失败了，不久后才开始那个自治营，开始有。夏天的话，就脚踏车来这边，骑一下晒太阳，不错。到日月潭。他现在有在计划从车子那边坐那个缆车，直接要接。哦。所以日月潭缆车的延伸了，对。对啊。到时候如果连上去的话，可能会比较